上次巴克队长和达西西在海里边捉了好多好多鱼，现在他们要把这些鱼都卖掉。卖鱼咯，卖鱼咯，很新鲜的鱼，还有螃蟹哦，有人要买鱼吗？巴克队长，有什么新鲜的鱼啊？给我来一条呗。好的，板牙，这条鱿鱼就不错。好的，那我就要这条鱿鱼啦。麦昆，你要什么鱼呢？巴克队长，我不买鱼，我想买一个螃蟹回去煮汤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去把螃蟹拿过来给你。巴克队长，能不能拿个箱子帮我把螃蟹装起来啊？当然没问题啦，稍等一会。麦昆，螃蟹已经帮你装好箱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啦，巴克队长，改天再拿钱过来给你。